两个谁走谁都倒霉。我不能去，因为我们才不到一千人，才几百人。我们端端的营长现在每一次聚餐每一次到，陈老师来了，农夫比例啊。我们两个走的话，比例啊，找他做。他以前一个人包出比例没问题。哪个猪啊？猪当猪的猪。啊，出比例啊，还不会全包。啊，多少期啦？不是不是，四十几吧。孙德章啊，你知道我在念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。刚才加点汤，好几个字的鸡汤，吃了三碗，329啦，在这个。那个地方我去过，在竹围啊，竹围渔港。孙德章为什么没来？也没找。芦竹的竹围没有找他啊？怎么没有找他？有找他吗？有了，他还传资料给我们。要不要发那个？那还是他不合群。不是，